大家来到我的私密行程，你说了算。时钟敲着我快，工作说声拜拜。Every day is ladies night, guess what? 那朋友买单，快感谢玫瑰单上水月这条街。这样子的爱姨娘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吼，还喜欢吗？有怀念吗？好，因为其实呢，我们总是在音乐上试图展现，就是每个不同的方面的自己。然后很开心，今天的私密行程一开始就用一个非常欢乐的气氛，就是邀请大家加入。那待会是不是还可以再放开一点？可以。我问的可是你们哦。我自己都穿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哦，已经牺牲很大了。